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玩《生化危机二》或者是《恶灵古堡二》重制版。我是蔚蔚。那我现在知道这是一个恐怖的游戏，不过这也是一个解谜的游戏哦。知道了，那就我们来继续在这个地方逛一下，看到底能够发现什么东西。我看一下二楼美术室，有转盘锁。那三楼有手枪弹药，还有东侧仓库什么的。我打算先去这些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比方说这个西侧办公室这边啊，诶，还是我已经去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地方要是红色的。这边有木板，这边有些绿色草药，还有弹药。好，那我就打算去这一楼这边去拿这个绿色草药跟弹药。出发咯。笨蛋，什么啦？我是在拿我绿色草药的，你这笨蛋，你这个笨蛋，你个笨，还有你，我怎么射不到你？哎，怎么这边有一个人？大哥，哦，呜，快走！Hell is up with you. 哦 ，shit！ 笨蛋。这边有个转盘啊，我来拿一下。这边还有什么？没了。我的刀啊，还给我。还有我的草药。这边有弹药，这边有什么？有窗子，窗子可以干嘛？是不是？为什么这边有个互动的这个东西？
那我就继续出发哦，回去原来的地方。可以移动，移动是怎样？哦，我还以为可以移动到直接移动到大厅的，那就取消。都死了吧，都死光了吧。你怎么还活着？这游戏实在是那我来把这个，我来用这个好，我刚才已经损失了很多东西了，损失了很多生命哦，那我就或者我来把这个放进去好了，看哪时候要用这个，然后我拿钥匙把它拿出来。然后我把这个破坏这个也存放起来好了，可能暂时没用。好，关闭。然后我来用这个急救喷雾因为我现在已经危险了，那这可以完全恢复生命值。那我就出发，我已经去来过这了，可是为什么这边还是红色的呢？好奇怪。哦，这还有草药。我之前怎么没看到有草药？这草药可以跟什么组合吗？不知道，算了，先关闭。这边有个梅花门啊，那我的是什么黑桃的？这个置物箱，好，不管了，我就从这边进去好了。离开，离开，离开！
钥匙啊，我刚好有黑桃钥匙。这边这个是保险箱，到底在干嘛的？我去看一下，在左边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Shit！ 快点啊！我刀。保险箱。这个到底要几号呢？那我的刀呢？哎，我的刀跑哪去？之后就没有刀嘞，还我的刀回来。还是游戏到这边就没有刀了。看一下地图，可以看到我的刀吗？好，那我要从这边过去。往左边，不能开，可能要有这个拿到梅花钥匙，从这边开。那什么没收品管理室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去一下。哎，错了，要往回走。不要起来，大哥。这是之前我来到的地方啊，取消。啊，这是不是要那个什么证件的什么的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锁了一个证件在那个收藏箱里面，这个也是。我应该要去回去拿那些东西。
欸，这有刀，103。欸，103打不开，没办法按。哦，取消。所以23没有，我看我可以打什么？23没有，6可以打开。我上次有来过啦，我来了以后就死掉了。9也可以打开，9是弹药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是要卡片，这个是要，密码，这不是要员工的卡片，我知道了。所以106我也可以拿，我看一下。我上次有来拿过，然后拿了我就死掉了。好，这个有什么东西呢？是一个胶卷，胶卷可以干嘛？哦，要到暗房啦！刚才不是有个暗房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确定。哎，确定。102、103打不开。哦，这个3也打不开，因为它是三，二三都打不开，所以这2都没有办法打开。哦，这个就需要那个卡儿，我有这个卡儿。还可以拿枪哦，我去拿卡儿，又拿来拿枪。那按键不晓得在哪里可以找得到。哦，太虐了这个游戏。我打算去暗房好了，希望不会死啊。出去以后往左转。干嘛？你干嘛来？快点吃子弹，吃子弹！什么啦？储存，好，储存一下。这游戏太虐了，太虐了。这什么东西可以拿吗？有什么草药吗？草药大哥。哦，这边可以拿刚才的那个东西哦。哦，是通用的。知道了。酷。等一下我要拿门禁卡。哦，所以拿这个放东西在里面，可以随时就是有储藏东西的这个盒子就可以拿出来，不管在哪个地方。好，那我先关闭一下。这个呢？证据就在胶卷里面。好，所以就把胶卷
拿起来使用一下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这我有解过了。就这个啊，我还以为有什么，哦，这我解过了，我拿到红宝石了。搞什么啦？就这样，我打开哦。好，那我打算去拿门禁卡。好，然后关闭。然后去刚才那个地方，什么没收品管理室那边。这边啊。我卡片来了，呜！帅，榴弹发射器。是榴弹发射的弹药，这样可以变更武器，装弹药。不用，我再变回来好了，手枪就好了。好，我还是没有找到按键，按键在哪边啊？可以直接把它打掉。我要刀啊，刀很好用。那现在，我要回去暗房那边，然后拿刚才那边那个木头，然后把木头放到那个储藏箱里面，我之后就可以拿了。哎，不够位置放，取消。先把东西放在这边，放那个药草好了，来放这个。其实不用，没关系好了。现在就出去拿我的木板。我知道了，木板可能是要钉在刚才有一个地方是有窗户的。我说那在干嘛用的？就是要用木板钉在上面啊。大家知道了。
这边都没有可以互动的东西哦。这边那么安全的地方，好多没有。那我暗房这边也处理好了。哦，这边有战斗刀跟腰包啦，哎呦。对对对对对，可是要那个按键，所以我可能要找一个什么梅花门的钥匙，从这边进去。啊，这个侦讯室跟观察室啊，不晓得怎么过去哦。从这边过来，从二楼下来，这个侦讯室应该是这样吧？哦，所以我们要从二楼，然后可能会到这边，然后到什么局长办公室，然后到这边，从局长办公室还没有到的时候，就走下来。到楼下，知道了，然后就可以到侦讯室跟观察室。我想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好了，太虐了。难怪有人会弃坑啊！我就是觉得蛮恐怖的游戏，尤其是戴耳机啊，那音效那会吓死人。那我们明天再继续玩下去，我要在这个暗房这边没有僵尸的地方休息一下。明天见，拜。